欢迎八哥，八哥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你别着急，我刚开直播，八大点没到呢，八大点没到呢，我刚说完，这啥也没干呢，你看俺家我都没拉票，正光没拉票，我刚才在这上课来的，就是全是四八六四兄弟们，就是自愿刷的，大海本家兄弟就告诉我说，老大，你要是整没用的，这个时候你要是没有集体荣誉感，拉个人票，以后我都不跟你玩了，那大哥带你薄吗？嗯，对你多好啊。完，我到现在我就跟他们解释啊，就讲这个讲那个。你瞅瞅我这直播间，现在这贡献榜，大哥，我都不跟你撒谎啊。免费的看不见，你就先瞅一瞅这付费的，你看有蓝色票吗？全是一色黄色公会票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就这半天，你自个儿看，你刷刷的，都那都拦不住，不让刷都不行。告诉我老大，年度不上公会这上，你看看，就这集体荣誉感，不得了吧？感谢大哥！猛虎出山龙咆哮，吹着扬帆的口号，当哥一曲生还要，我呀兄弟称王道。日日夜夜的努力，才有现在的成绩。征战沙场，只为兄弟坚守了家族不离弃。比你的风波，创下了不败的传说。心血付出那么多，我只为老大一人。大哥，你搁这嘎挂着啊！我现在就是你给我18分钟，我给这个，我看这第一现在是多少啊？现在咱家第一是王冕68000，你就给我18分钟，你看我追不追他就完事了。翱翔天空再展翅，咱自个儿家兄弟清空一下包裹里面的免费个人票和公会票啊，你们不用刷钱，就把这免费的刷了，就够追上他了。啊，别拦着我，站位345，别说了，兄弟啊，别说，再说有点假了，是吧？差多少行？哎，话说多了就祸从口出，福从口入。感谢机枪连小明，在网络的鳌头征战一生无所求，今日王者再遨游，我必顶歪歪成王侯。王侯，走你！欢迎我点哥，给我点哥爆出来！不离去，给我打点开水的。呐呐啦呐呐呐。兄弟们，打开你们的包裹，清空公会票。说一个我到一个，想起了哪个说哪个，说好了哪都不错，我的好好累累别转折。说的是我的到底是，说的了不是也不是。嘿哈哈，这不鸡巴管理开海豚哥号过来嘎吓唬人来了，不是本人吧？没那声没那语呢。我瞅这样好像不像是本人。是不是本人单人拉你是不是本人？我都得拉公会票。他是不是本人？能咋的？是本人搁这嘎挂着我拉公会票有毛病？你敢多说话？就是我一主播，我正常拉我自个儿公会票，你来，你大哥来不来？你搁这拉挂不挂？我也是。这是，那是你吓唬谁呢？哦，你就不在这，我也是拉。我不在，你拉吗？你大哥，你说这话有点就是有点上良心。你没来的时候，我拉40000多。你问问这屋里面我拉票拉了15万多人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让人说我，你知道吗？哥，我就咱就你要是说别人我不吱声，你就想一想咱年度预选赛的时候天佑是怎么做的，给你长没长脸。不要让别人对呀，预选赛都不让你磕碜了，这是到正经年度，我能让你丢人？我能让你那老脸放前面让别人说去？OK， 什么都别说，就这样。带着姑娘开心的去玩耍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啊，那我没有心思了，没有心思啊。你不知道，他们都在说我。说你啥呀？谁敢说你？我得开奔场。好好好，就这么说啊。我等会儿再来看吧。你好，行，你一会儿你过来看成绩就完事儿了。就8点你再进来一趟。好好好。啊，去。溜玩去。
兄弟们，咱要拉出来，我一点不跟你们吹牛逼的时候。